南方书店是彰化历史最悠久的书局，这座书局伴随了许多彰化人的成长，但是为什么叫南方呢？根据目前经营者的说法，也许跟之前的东方出版社有密切的关联。在当时的创办者期许南方书店和东方出版社一样具有莫大的影响力，而提起东方出版社，大家或许会想到哲馨手上这本有黄色书皮，是许多五年级跟六年级生共同的回忆，怪盗亚森罗平系列。对于五六年级生来说，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推理小说启蒙。而在台湾，推理小说的发展实际上相当的晚，一直到了1984年，作家林佛尔所创办的推理杂志推理文学才正式在台湾的土地落地生根。而在1986年的时候，林佛尔老师曾经写下了一段文字，他说推理文学本身他注重理性跟逻辑的缜密性，他也跟时代时的节奏那紧紧相连，因为他密合了时代的节拍，所以他有强烈的现实性，而这个现实性的落实正是推理小说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谈起写实性的落实，我们一定要想到的就是由香港作家陈浩基所写下的1367，透过一位香港警探50年的人生，来让我们了解到，就是香港在这50年的变迁，而且更重要的是，以社会写实跟本格交叉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推理小说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这一次，我们要回到他创作的原点，也就是以童话故事为典型的魔笛。到底魔笛是一本什么样的推理小说？要带给同学们什么样的乐趣？《魔笛童话推理事件簿》是香港推理作家陈浩基在2020年出版的作品。本书共收录了3个由著名童话改编而成的推理故事，全书以两位故事主角串起了3个篇章。而最难人可贵的，他在不改变故事架构的前提下，将经典童话故事以现实逻辑改编，颠覆众人既有的想象。就我们对这些童话故事可能已经有很熟悉的认识了，那陈浩基他透过这些童话故事把它当成题材，那在里面设计一些犯罪的案件，对，然后让这些童话故事变成刑案故事，然后也在里面安排名侦探跟助手去解开这个谜团，所以这是这本小说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其实在他写这个童话推理之前，就我所知是没有看过这样子类型的作品的，对，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对，它一方面有趣味性，然后二方面呢，它把一个以前的推理作家没有用过的题材，把它放进这个推理小说里面，然后用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解谜的模式来写它。对，所以它有趣味性，然后又有推理性，然后又有原创性。本书作者是被誉为华文推理第一人的陈浩基。2009年，他以《南湖子的密室》获得了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征文奖的首奖。2011年，再以《遗忘刑警》荣获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首奖。2014年出版的作品《1367》，故事围绕着香港历史以及警察文化，不但获颁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更创下华文推理小说在日本出版界的空前纪录。你从那小说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的完美哦，就是而且要考证哦，像我们刚刚谈到的童话推理，他其实这一本书的后记呢，也写了很多他关于这些童话资料的考证。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做过的功课，然后也加进他的一些观点这样子，所以其实他是非常认真，他其实把写小说好像当成在写论文一样这么的认真，就是做功课，所以他心思很细腻很缜密。然后他对于这个故事，尤其是推理小说啦，就是说里面的很多技术性的细节他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可以掌握，所以我会说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细致而且很用心的作家。魔笛童话推理事件簿中，陈浩基将查找真相的欲望放在3篇经典童话里。他把杰克与魔豆改编成杀人事件，
他也把蓝胡子中的主角蓝胡子男爵背负了更惊人的秘密。而在花衣吹笛手，一群孩子被吹笛人带走的故事，增添了时代背景以及众多角色的观点后，依循着故事脉络，让读者在享受推理解谜乐趣的同时，也得到更多省思的空间。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吗？现在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